他说：“机长，哎，机长好，对你好面熟。上礼拜不是法国巴黎一起跟你飞？说对，好巧，这一次跟纽约又跟你一起飞啊。哎，哎，怎么样，机长？那你渴吗？我说还好。你喝咖啡还是喝茶？渴吗？需要拿奶泡吗？请问一下哈，机长是不是都教过空姐你？我来，你呀，你有。这边是就是有两个空姐，然后在同一个班机里面，然后因为班机 delay， 所以他们两个就互相聊天，然后互相聊天发现说，对方的就是一个空姐就跟另外一个空姐讲说 ，A 就跟 B 讲说，哎，我有听过某某机长提过你，觉得你还蛮可爱的。飞机就 delay 很久，聊着聊着就发现说他们讲的机长是同一位，但是机长在公司里面的名声是已经有一个正牌的女朋友啊。然后这两个聊天还不是正宫呢，还有一个小三跟小四，对，这么多。两个空姐都以为自己是小三，结果没想到一个是小三，一个是小四，就发现就是彼此是表姐妹这样。表姐妹，对啊，好傻啊！自强兄，没有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啦，我是讲别人的事情了哈。了解。有这个机长嘛哈，机长就跟这个医院一样，医院这个医生是配护士嘛，对不对？一样道理，日久生情嘛。对的，这什么说法？就是有时候飞的什么说法？这什么说法？这什么说法？有时候飞的时候医生配护士，对啊，就日久生情嘛，对，大家工作在一起嘛，是是。所以有时候飞的时候，他说机长，好，对你好面熟。上礼拜不是法国巴黎一起跟你飞？说对，好巧，这一次跟纽约又跟你一起飞啊。哎，怎么样，机长？那你渴吗？我说还好。你喝咖啡还是喝茶？渴吗？需要拿奶泡吗？不是，那感情就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一定，对。但是大部分是有这个机会啦，是这样啦。对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讲得很容易啊，很容易哦。啊，拉乌你也是？拉乌不是我啦，当然都不是我，那就是你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应该是说有机长跟副机长同时在追后舱的一个妹妹。哦，对，然后。两个很喜欢那妹妹，然后一直换班跟那妹妹一起飞。Oh, okay.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两个机长跟副机长永远配在一起飞？哦、oh. ，感情很好。对对，感情很好。然后后来才知道说，原来他们都在试探， oh. 试着要追后面那很漂亮的妹妹。Hey. 结果你知道，这长航段那么长的时间，两个已经要互相是情敌了啊， oh. 还要这样子。叠防叠这样，大眼瞪小眼，尴尬。对，机长对大，对，他出去后面，但是我年轻啊，而且副机长这样想，结果到最后呢，那个妹妹其实已经有。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有女朋友了。这个故事还蛮有名的，就是同时机长跟副机长同时在追求一个妹妹，有女朋友，人家有是有女朋友，对。所以这个很难讲啦，那他喜欢就好了，对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你不要有空服员，他们都好姐妹，互相帮忙，我们都看出来他们彼此有心结的。来来来，请客人提问，空姐们，你们是不是都会勾心斗角？不要不，有没有？我来哦，这一定有的，这一定有的，很难没有。米果，来，你讲。来来来，有些事情在飞机上是可大可小的。哦，怎么说？对，然后就是如果假设我们关系很好，然后你可能犯了一点小错，哎，你下次就记得就注意一下。可是关系没那么好，就写报告，秉公处理，然后直接记过申诫。哇。然后可是你可能在做的过程。有好的学姐会告诉你你做错什么，可是没有，她就是笑笑的。可是接下来你就是收到通知，你犯错了，对，然后就会影响到考绩，然后就觉得超可怕的。对，那所以有些我知道有些学妹，她们可能譬如说会害怕跟哪个学姐飞，然后她就会想尽办法换班。有些学姐是料别啊，就对了，就想说比较严苛，对，比较对，比较屌，所以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压力啦，对吧？断断。阿丽的，我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，就是有一个很之前的妹妹在经常工作，那因为她很之前，然后就是不是做得非常好，那座舱长是很有耐心一直教她，希望她多多微笑，态度好一点。结果谁知道这个妹妹呢非常任性，我们是飞长班，飞到美国之后，她就在当地辞职。哦，是哟。辞职之后呢？下飞机老娘不干了。她买了头等舱的机票，同一班飞机飞回香港，然后就让那个座舱长服务她。哇，那个嘴脸一定不得了。是哇，这很帅哎！哇，这个很帅，真的，哇，这个很帅，那是疯了，对啊，还是有干爹在支持，对啊，我不知道，好懂哦。
懂了。哦，被修理的他逼疯了就对了。哇，拉乌也有这种。我们在尤其是头等舱，也是头等舱，通常是比较资深的姐姐在服务嘛。那资深姐姐有一个叫资深姐姐，另外一个是刚上在训练头等舱的，然后长得比较漂亮一点。然后他们刚好那天情形是这样子的。今天的阿赛就是那个比较之前比较漂亮的那个空服员，那有个贵客，就是 MVC 有个贵客，然后那个比较资深的空服员呢，就想要去有点像抢功劳，就抢功，他说你就待在厨房，我出去去 serve 他就好了。可是他，这个就要站起来，他到那个像贵客面前这样子。贵客面前，阿贤您好，我是你的空服员，我姓刘，今天我帮你铺餐巾好不好？他就把餐巾这样子，这是你的餐巾，噔噔噔噔，有毛病啊！就踢笑，你知道？噔噔噔噔没有了，我知道那个 MVC， 江江，对，没有，那时候比较流行噔噔噔噔，江江。这太尴尬了，然后那个贵客，那是很公司很重要的贵客，在排名前十名的，当场就生气。他本来以为那个空姐本来以为他这么活泼，你知道拍马屁拍到马桶去了，就当场就骂了一顿。就回来以后，那个庄长马上把那个比较资深的姐姐，你就全程来回你就在厨房里就好了，外面就我们来就可以了。姐姐想出头了，对，姐姐想出。滑雪，看一下，滑雪你厉害啊！滑雪看一下，看看你厉害，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，你看，这谁？这你吗？这 OK 在哪里啦 ？OK 哟，那天时速很慢呢，很差。你看我调过速度的嘛？这后面两分多，可以的，两分多。哪一个？这个，不是，这个调过。这个没有调，这个哪里？这个算了啦，这很慢的，越慢。因为这个是我调错，还有那个 slow motion， 这是落叶飘，很好啦。确定这是 slow motion？ 是啊，你这个放水流吧？放水确定吗？没有跌倒算蛮厉害的，这正常啊，这正常，这可以啦。你要去学跳舞，又要学滑雪，我是干什么？我开雪板店的，我都去买了。好，再来。哎呦，这个好像可以哦。哎呦，这在哪里？家里。不是，这是一个工作，就是拍宠物杂志。我在看脚，狗的脚。我先照一下。我脚在这里。哎，你啊，纳豆是你兄弟。没有，我在看狗的脚在哪里，在节目上这样子。狗脚在哪里？是的，露出狗脚。God， 我叫露出。哇，这是谁？这是从这上面。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太露了！你这个你怎么会拍这种？哎，为什么你要在雪地里面拍这个啊？因为我就想要一个挑战啊！你干什么事啊？就去玩啊！这太像名模了嘛！你有自信哦！这很冷呢，但我没有修过的，我还没有。身材很好，厉害！这个有，这个难怪拿到金塔地。